开始了。 F1-2寸的膛头，简要操作说明。检查膛头，螺纹是否装紧，螺纹可以拆卸。 膛头锁紧装置，通过配套扳手把刀杆锁紧。 通过微调装置调节所需要膛孔的范围，所配刀具。 可以根据膛孔大小随时更换。不同的刀具膛孔深度不同，深度、横孔。 是增加膛孔直径的。F1 所有的膛头可以更换，2寸膛头更换为3寸膛头。 3寸膛头，操作使用和2寸膛头保持一致。 2寸、3寸膛孔连接螺纹。 一样，通用性。MT 2寸膛头连接柄，Morse 2寸膛头。 连接柄，演示完毕。